所以今天一天就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讨论咱们中国的这个问题啊。我要出国，这以前啦，哦，我拢唔知影啥物是台湾本土话，哦，我细汉的时阵伫即个宜兰大汉，虽然过身是外阿伯，啊，但是哦，我唔知影有啥物蒋渭水，哦，后来过身伫宜兰同乡会，当时也是蒋渭水，但是详细的证明我啦，迄个无啥在，哦，啊啊。你既然中学教，哦，拢捌听到啥物音乐会啦，哦，上届是老师教阮跳啥物三地舞安尼吼，啊，就去表演，就去比赛安尼。啊，到高中去建中的时阵，只哦，那头啊，迄个陈俊宇讲袂使看小说，就是看着小说，哦，看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弗》啊，还是《贝多芬传》哦，啊，我就变做贝多芬迷就对了，哦，所以我伫大学时代、迄高中时代写日记。史怀哲的迄个音乐情人是巴哈，啊，我的音乐情人就是贝多芬的。啊，我伫建中的学，成绩，因为我是其中去，哦，啊，第一年的成绩还好，第二年就去迄、个，哎，高三班代，我的成绩马马虎虎伫中尔。啊，但是有一摆作文比赛，讲贝多芬为什么伟大，我就写伊迄个十二点有得过着作文比赛冠军。这是我归因吼，一见中安尼比较可以较快一点，啊，伊个拢普普通通的，呀，一个职业生，所以我这个大学吼，我就去复旦吼，当个大学吼，为着要一见中三年吼，拢是为着考试去准备啦，吼，根本唔知影啥物这个耽误咯，咱所有的教育拢是中国文化部的这个世界文化。啊，去到东海吼，为着要对文学有趣味，所以我就去到这个复旦东海大学。也去到阵啊，我甲这个杨武师爷吼，伊是历史的就着第二年转来这个国文的吼，我就熟悉着伊啊。国文甲伊这个同班的着啦。我当作文我拢输伊较济，但有一有一摆我坐七点钟的火车来台北中山堂听这个波士顿交响乐团。哦，一个法国指挥查理斯曼奇，哦，啊，迄场我非常的这个感动。迄当阵啊，我坐七点钟的火车，啊，二十块的票，我买环游票七十块就对，啊，在中山堂上尾啊排就对。哦，遐迄个查理斯曼奇是按照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遐一个贝多芬变献咯，一个拿破仑就对，哦，遐迄当阵啊，啊，拿破仑做皇帝了，贝多芬讲啊，拿破仑也是皇族世子，我是要做皇帝了。我要推动欧洲的民主，所以做个台教工，这条剑是为着一个民主的梦想。哎，这条剑非常的迄、那个感动，灵魂飞上天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甲老啊，甲即马我若定去听音乐会，就是要追求少年时阵灵魂飞上天的这个感觉的地方。所以你若要找我，真简单啦，甲着去这个国家乐团吼，迄、那个。所以这场音乐会对我影响，啊，我第生平第一摆写这乐曲，结果一个杜思先老师伊个主教就调唔着，哦，啊，迄篇我也仰慕着，所以我很得意，所以讲，哎，我会使做音乐评论家啦。啊，但是我伫建中我呐有做歹代志，哦，我当我一生考试从来没有作弊，但是三民主义一两摆，有一摆我也懵懵的。给这个笔记出来的对，我看大家都在看，不看白不看了，这个看了。结果讲着三民主义奖金六百块的对，哦，所以这有一点丢底啊，我就请同学去吃牛肉面的对。啊，因为着安尼，我第二年吼，因为着好的音乐会拢在台北，所以我就我一个好朋友林冠志讲，哎，来过看卖就对了。所以我哦，我就从迄、那个。重考就对，啊，结果三民主义科考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拢考了袂歹，所以，哦，迄年的我都入去这个，台大医学，哦，所以我才改行就对，但是唔是讲我对文学失去了，所以我甲其他的两年学生无共款，就讲我有一年的这个英文的素养，迄当阵啊，大家拢是。
开放式的这个暑假，本身就足得做得到吼，不管小说啊啥物啊，文学也是特来个做吼。比如啊，我林主任讲无路用的遐项目，发挥做得到。啊，大概前过大概不哩好运的班，准备吼准备三礼拜吼，啊，就上地度啊过掉了吼。啊，去台大养伊的时阵吼，我呐，如头啊，拢伫编辑店就对了吼。根本不是伫读书，因为拢是专门的这个课本。但是我伫东海大学大概有背到这个两本书啦，就是这个《罗素传》《罗素回忆录》吼。这两本书对我影响相当大，培养我读入的这个读入的思考。我当讲四十岁以前啦，若无相信社会主义，这人大概无啥物。一项四十岁以后，如果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概这人怎么办？哦，啊，罗素这个人吼，伊、哦、的传记有写，哦，伊一九二零的时阵去苏联，甲列宁在访问的条讲一点钟。啊，罗素讲，阮英国社会党吼，会、哦、使用选票、用和平的方法，哦，得到这个政权，哦，但是列宁怀信是讲绝对用武力交换到。所以，伊讲不啊，社会个这本书，讲我对共产主义有这个免疫的着，吼、哦，就像陈应真啊，哎呦，看到迄条也有上面共产主义。呀，啊，我伫大学的时阵，吼、哦，迄、那个成绩原来是普通普通，吼、哦，啊，但是大四的时阵吼、哦，我着开始翻译一本《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吼、哦，啊，这本书，我呀，吼、哦。我这个文青杂志，大学时代对我影响上大就是文青杂志，哦，就是萧梦龙办的这个文青杂志。啊，第五十一期的时阵，哦，伊请你后来做这个主编，我都拢是世界级文代书，什么史怀哲啊、帕布罗卡萨，也是国作家。迄期有胡适，要胡适，我本来就对伊不加崇拜，哦，外笔名林洪哲，这个洪哲这个字就是胡适这个洪文之子。胡适运动的时阵，别人拢反对，啊，我，诶，我这个成功者吼，来 support 伊啊，所以我大概崇拜这个，啊，因为我的祖母啊，拢迄个变作国民党方面单，所以我用林作雄的时阵吼，台大医学院有三个林作雄，伊啊倒台时阵吼，拢会变作方面单，我讲，奇怪，我连中央委员都参加安内，这方面单一定叫你害着。所以我后摆写书拢用林洪哲，唔敢用家己的正名就对了。也迄当阵啊，我咧这本书甲胡适有讲一句话，伊讲与其在课堂上误人子弟，不如关于本世界民主。啊，或者我当阵讲过了个教导，吼，因为我爱买唱片啊，啊听迄音乐会，但听胡适这句话，我怎啊，所有的教导拢甲废。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去翻译这个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吼，就介绍十四个世界经文大师就对。啊，这本书文献吼，迄、哦那个萧梦龙在搞做，叫做4200块，我台大医学三级的学位，迄、那个就有啊，就阿姨，所以我就继续翻译这个《罗素回忆录》《罗素传》哦，吼，因为这个我是罗素嘛，有很大影响，江边我呢。林海关吼、哦，对这个罗素非常的这个崇拜。伊讲，人外太空的人要来地球访问，他们何必访问一个人？可能就是罗素。啊，说罗素无这么伟大。我有去剑桥大学看吼，迄、哦、条七个迄、那个铜像拢是牛顿啦、啊、沃斯沃斯啦，也是个数学家，迄、那个马卡来，罗素也无低调。吼、哦，当然伊话啦，算讲业绩去重要特来加钱。吼、哦，呀、yeah. 啊。这两本书本来没有文献出，那文献出到九十九年的时阵，李敖骂这个国民党的谢长廷，我也从进去，啊，这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我出国个这个人，也个人我哩，哦，是安那这么好的杂志，哦，那说到即马为止，我讲的单人办杂志，也无人超过这个文献杂志的这个文献杂志的这个水准，哦，所以。我也关注啊！哦，我定来啊，新潮媒介关注个张天琪先生，一直是苏英男的哦。在这个苏英哦，我改变，伊就伊
又就讲我嗰啲出版方面，伊本来唔敢出这个款嚟做，也结果，迄、那个结果无三个月小结五千本，因为那个第迄个第二本我做转吼，所以这就是新潮文库的呀，这个开始。迄当初啊，我伫编新潮文库的时阵吼，根本唔知影有啥物迄个台湾文化。啊，尾啊出国吼、哦，就是因为着要追求自由主义，所以。出国时阵吼，特别纽约，伊那阵我哩班六十个、四十五个出国，第一摆去东洋会，也五个博士吼，包括周锡平先生、林中心啦，还有是蔡东元，迄个陈荣基滴啊。伊那阵伊讲台湾都爱独立吼，在我大学甲高中诶时期啊，台湾即个字拢不出来，拢是中国吼。伊那阵我讲我要放，有一摆我讲我要放弃学医，我要推动吼。哦中国的文艺复兴，大概我是胡适这样，不是讲胡适运动就是中国文艺复兴，啊，但是伊因此讲胡适运动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人文主义的启蒙运动，我是伊因此感觉的这样啊，对啊，所以现在怎样？现在怎样？我当一些，所以这个政体当一些非常的变得一种观念，我这台湾就想讲，那不是国民党来。哦，反攻大陆啊，无着中共来统一台湾，从来没有想过台湾会独立。哦，同家做主的，所以去年听到我的故事，我着特别感慨。但是文化上的单一性，我愿跟迄阵我上好的朋友，哦，我甲杨梦定去做这个夏之清，啊，尾仔怎啊编一套新潮丛书，哦，新潮丛书，这套是海外较有名的这个。迄、那个中国人作家，吼，包括夏季安啦，也是袁元溥、余丽华，即个台湾人的作家，我两个第一本书就是陈焕平的《镜子》甲《影子》，吼，啊，甲即个《苏苏经》，啊，结果出到二十四本，一个刘大任以下红土印象，啊，这本书是无啥物正题的迄落，吼，迄个存在主义的即个少年迄落无啥物红的迄落，但是。这个调查局做来做新潮的，这个麻烦，所以我就结束。啊，我对我这个开始有当意识，就是吴阿国哦，吴浊流的这个吴阿国。吴浊流本来伊嘛就文史担任哦，啊，结果叫日本的刀下甲欺负日本党文史，所以怎跪着怎去个运用反动文献做伊个原乡的这个文化，到遐才怎讲啊？咱已经是。迄、那个当然，思想也未通，语言也未通，吼、哦，呀，啊，到遐，但是伊当着一个日本人的这个报社的这个弟兄子，吼、哦，也爱对法国人啊、德国人啊做朋友，所以伊跟伊个变作这个好朋友，所以吴浊流家都来台湾，才讲台湾才是伊的这个故乡。所以咱当然在清朝灭亡的时阵，明朝灭亡的时阵，吼、哦，咱就已经迄、那个变作当然，已经不是中国人。所以这本书对我阿伯啊，无阿久哦，很快就出来哦。伊个家己我呐用英文发表这个自由作品，我看了非常感动哦、啊。所以我就鼓励先这个观点哦。为啊，我也是陈宏源太太哦，一直来这个发言出来。也迄当阵啊，我伫所以我伫纽约会时阵哦，差不多十单哦，大概拢伫听这个音乐会哦，也。啊，我诶，啊，迄当阵仔我嘛知影世界有音乐，中国有音乐，但是毋知影台湾怎样。但是我真好，1978去加州时阵，当着小太郎，哦，小太郎办两场3000人诶，即个音乐，1982-83，啊，我才知影，哦，原来台湾有多彩多姿诶即个音乐，哦，所以我才甲即个小太郎，迄个同齐，即个把台湾音乐放放到即个国际诶即个舞台。所以我真幸运地讲，伫洛杉矶十档的中间，哦，请这个肖老师写三条这个曲调，哦，然后这个林兆亮来做世界巡演。所以台湾人的尊严嘛，我感觉上 proud to be Taiwanese， 就是1992年12月13日时阵，林兆亮世界巡演，肖太郎的哪里曲调，哦，连所有单的一条单人加到15班，啊，都我讲讲着，去了变了，哈，台湾人足大个这个贡献。要有一摆，伊个钢琴协奏曲，就乌波瓦交响乐团，哦，咱当然叫那声叹，就专干那代表，伊做世界巡演时阵，嘛当然嘛是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哦。
像咱最近有一个郑宇倩吼，二十多年就食高级嘅，即个表现咧，即个也即个分，哦，那么听个三年半，台湾人是听全部全世界一个第三就对。所以即、這个咱若要建立台湾人嘅即个尊严吼，就是即个咱来个即个人吼。所以我有编二十四期代表性人物啦吼，遐介绍了三十七个人物，我大概介绍几，我拢写，当然我拢写短篇传记尔，吼，啊未写，啊未写这个，迄、那个长篇传记。最近才想讲要用大字听，吼、哦，日本时代是当然的文化黄金时代，哦，对于蒋渭水，吼、哦，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吼、哦，啊加1939年中国在诶。山水店哦，因伫迄个创造台湾人文化第一黄金时代哦，大概我大概会写，会写即个款个字哦。啊，咱啊，我大概最近吼、哦，要甲几个人纪念，讲伊对台湾人重要，讲即个林荣山。我本来对林荣山个迄个印象，迄、那个真歹，因为迄个阵贵县甲伊选举时，贵县个贵票八万张，也有贵县个票，所以林义宏了解过。这个贵姓怕祸落兵员也这个关系，但是哦，伊开始创办自由时报哦，台湾人甲中国人甲争争做做，就反对台湾人去中国大陆迄个投资，包括那边啊迄个时代哦，开始伊就哦，伊就开始反对。啊，个李定远今年都哦，这个周末要发表。新的主题定关是怪老师，应该我上大的这个老师，所以我非常感谢伊的刑法一百条，吼，伊个陈思梦、林山定，我都会记。我即海外的王片段，我叫我读出来。哦，啊，佮最近有一个马水龙甲萧坦通今年过生日，后日礼拜有马水龙的音乐发表会，伫国家乐厅7:30，李少佳被按照伊。无形的神殿，那是伊被玉砖了，发着玉砖咧，真水，非常感动哦。这是咱台湾人的这个世界组织的这个作品，希望在座各位哦，一个当地人民听，甲小台湾1949，小台湾400年历史哦，同款的这个伟大哦。啊，咱树林有几个曹永和哦，因为古人家贵姓的哦，伊台湾人这个6000年的这个历史哦。咱来有一本曹永和伊个台湾史，所有个发展伫台湾个内底，咱拢来个写。像最近关生回家，介人伫台湾创造伊人生个黄金时代，所以思思念念必然更加爱台湾哦。所以这嘛是台湾史个即个一部分。即个款个台湾史可能是做完以后哦，伊把写即个台湾史伊来整理，像比如我简单讲个只。这个林医师，那么人文医师真的是刚刚讲的现身说法啊，突然的现身说法，我快该动了哈、啊，简直是一本人生的书了哈、啊，可能他得完了哈、啊，他比我厉害的可能更强哦。对我来讲了哈、啊，我是爱逐步的一步过来加强核心啊，多谢多谢。那么任何的传记哈，都是一个人的经验啦。如果来当画家名啊，一个累积，咱会当接着去传承，咱继续做，咱一代一代台湾文化会建立变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啦。我这是爱传承。我头拄啊，林医师伊讲，伊较慢，当时较感觉个台湾文化即独立性。啊，其实吼，我55岁才开始学台湾。早你想啊，所以伊是比我先拜先拜啊！咱搁再一次的掌声，感谢谢。对于台湾文化，中华民国文献不对是讲被休困的，应该咱继续安尼讲吧，吼、哦。那么再下来就过过来就是咱英咱李叔吼，伊加刚才。我认为有去甲拜访，就是我徛人在遮新教最后去遐甲拜访，那么有做一个有伊个伫迄个区域个记录。我看到一位
做医生专业的人吼，伊内面无啥，拢是找人，所以拢开个办公室安尼就对了。爱找个毋是家己咧看尔，佮拢放下，袂拢退去安尼对了。啊，刷咧伊佫带我去伊个楼顶挂啦画室，全台湾上个爱讲的挂啦画室。啊，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讲文化界吼，弄去伊遐去签名递出。这个物件吼，艺术是文化上重要的一个工程啦。尤其伊伫伊个办公厅，放着一张书名的画图哦，伊珍藏啦。啊，落尾伊个摊位又搁提出来，十部的哦画，啊，啥物人伫遐画到我现场代表我感动啦。台湾政经有伊伫遮，你甲咱传引导引导吼。哦已经少年已经来做这个，到这时候继续来拍拼吼。那么，咱即马时间交予陈永清陈院长，谢谢。